怎么？现在早餐时间就是略显丰盛哈，对，略显丰盛，但是好像每一份都有点过于精致了，就感觉都不够一个人吃的感觉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这个节目没有白吃的早餐，你有一些安排在里面。好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继续保卫舞台的大作战当中。经过前几轮的任务。相信大家消耗了不少的体力，我们即将开启的任务会让大家补充能量。食堂大作战，分配家族，通过扔骰子来决定前进的步数，吃掉对应棋盘上的食物才能通过。只有准确到达终点的成员才算挑战成功，若错过终点则继续前进。所有人成功到达终点可获得十分贝。保卫卡座和美食成功。卡座美食，美食舞台上，也就是说你可以边吃边唱。那是舞台感谢你特别邀请来，什么梗？边吃边唱。那就我来吧，离得近的，快，小鱼道具，然后让上，然后你第一个摇啥都得吃。那我先来个香蕉吧。你怎么知道你是香蕉呢？你还不赶紧往前跑一跑，你还不甩个大的赶紧走一走，你看看多大。那你看看不就是个小的。你看着这么都是小份，但是一口很多。你先吃吧，我去摇了。我今天不吃早饭了。你我来了，来第二份香蕉有请。我并不是很想吃香蕉，他都这么喜欢吃。惊雷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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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你，又是一，不吃，哦，是什么？炸汤圆，这个吧，啊，这个其实热量也很高。到我了，三个都要吃完吗？一个，三个，一盘。你看看，几个？等一下，我调个角度，我们兑换。我这几个人，我就不看，对吧？随便吃到什么，我都很开心。来个蛋糕，来看看。哇，你也是，让我俩分了吧，一人一盘。称兄道弟，不管得意还是委屈。666，老铁双击666。香蕉够不够啊？